千万不要在华强北这么问。老板有没有这个5代蓝牙耳机啊？这个是吧？对，有800一个。800一个也太贵了吧？这是1比1的美女。可是别人家都没这么贵。别人家那便宜，别人家还买。正确的拿货方式啊，得这样。首先，你得背个包，看起来才像拿货的背包客。哎，老板，拿点货啊！这里有没有5代蓝牙耳机，全功能带弹窗的有吗？有，这个200一个，全功能带弹窗的。200一个，这也有点贵吧？美女挺懂货呀，249件套一整套，这个礼盒。这个9个配件才200是吗？对。这个质量怎么样啊？放心，这是华强北，我们做源头工厂的。感觉这老板不靠谱，我又逛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了源头工厂。来，你的9件套。哎，这个现在什么价格啊？这个100多。行，那我拿去测评一下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8到 iPhone 14都可以用的9件套大礼盒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开箱看一下。首先是这个 Magic Leap 的外接电池，直接吸附在手机上就可以了，吸附力还不错哦。双弹窗、双电量显示也是有的，不需要任何线材连接，5000毫安的容量，上飞机、上火车都是非常方便的，还不错。然后是这个磁吸动画手机壳，冰晶材质，不易发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弹窗动画，有的，商家没有骗我，是一样的啊。然后是这个5代蓝牙耳机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反应速度怎么样。开盖秒弹窗，3个真实电量显示也是有的。打开设置，这里有个快捷栏，点进去改名称、自动人耳检测、空间音频。还有它的辅助功能、型号、序列号、保修都是有的啊。耳机好不好？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反磁效果怎么样。磁吸倒挂不会掉，还不错啊。一个20瓦的 PD 快充，还有一条1米的快充线。磁吸圆盘无线充，航空铝合金材质，商家说是有8倍磁吸的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8倍磁吸狂甩不掉，而且充电、打游戏都是很方便的啊。一张抛光布。高铝2强的钢化膜，一个全网影视 VIP 会员年卡，15个 APP 都是免广告看电影的，整整9件套，200不到。喜欢的来我直播间。